甲护理长好个安怎？家属也是要求100万，病院甲协会迄边愿意出30万，护理长嘛会斗三工发钱募捐，不过应该嘛袂超过10万，我至少嘛是要摕60万出来。60万啊！教练，教练，最近有啥物比赛是有奖金的，啊钱愈多愈好？你较欠钱哦、喔，足欠的。最近确实是有奖金制的比赛啦。教练，拜托你帮我报名参加。啊，不过这种比赛拢足竞争的呢，你即马目前的实力，可能阁要练一段时间才有好度应付哦。我即马无时间训练啦，我即马足需要钱的。我知影你足着急的。啊，不过你实力无到遐，阁硬要参加，真有可能会受重伤呢。我即摆已经无路通行，这是我唯一的希望。哦，好啦，我会当去替你报名。啊，不过为今日开始，爱加强训练，每一个动作爱练3杯以上，每礼拜阁拢爱甲其他的选手拍练习赛。好，无问题啊，多谢教练。好啦，阿春，休困一下。你今日练安尼有够啊？教练，我阁想要加练一下。运动爱适量，啊，袂伤害身体呢。我会注意啊，我阁练一下就好。教练讲的话哦，爱听啦。你是阿春？你来到这家？我来看一下我比来手下败将啊。你就是阿孙哦，有啥物代志？汉草袂歹，无怪你头一届比赛，就当摕到冠军，真摇摆哦。安怎？要即马甲我拍一局无？袂拍，比赛时阵才拍就好。你遮尔无胆哦，你规气莫拍拳，你也是去拍棒啊较实在。好啊啦，莫伫遐乱啦。我这人就是安尼啦。你愈无要吵，我就愈无想要走，愈想要甲你耍。你若是想要较早回去哦，上好即马就甲我拍一下。安怎？你唔敢是无？要拍就来拍。你等一下。但是我拍甲拍在涂骹，你想我是卖搞？要拍就紧拍。林阿生拢不是你的对手。我看这届比赛无问题哦，拍落就唔通哭。真是嘞，这是我的疏忽，是我无注意到涂骹有水，我会负起我一家负的责任。我即马需要唔是礼物。是赔偿金呐！我今仔日来，就是想要甲你参详这件代志。你要爱的赔偿金，对我来讲，我的收入真正负担袂起，敢会当搁欠一寡？嘿，你害阮母啊，伤到这呢那严重，即摆搁敢嫌伤济哦？嘿，你到底是有良心无啊？不是啊，我啊。你若无想要赔吼，你就直接讲啦，莫伫咧遮吼，甲我讲迄一大堆啦。我真正足有诚意想要处理这件代志，不过我真正无100万通好赔恁。你爱想看卖呢？这100万唔那是赔予阮母啊，阁会当保掉你的头路，
安尼，敢会伤济？我，恁遮的护理师吼，就是拢过了伤过爽啦，脚会遮恁啊无认真，连涂骹有水拢唔知影。唉，我嘛无想要甲你为难啦，只不过吼，是要给你一个教示啦。你脚袂感觉吼，遮的病人拢足好欺负的啦。歹势啦，一百万我真正提袂出来，请你手势加悬，拜托你，拜托你，拜托你。大姐，这届比赛我一定爱赢。明明是你哦，足困难。实力无够，提钱来斗，钱嘛是一种实力。你即卖是啥物意思啊？即届所有参加比赛的人，拢收着我的钱啦，就敢剩你尔。你要阿顺拍假棍？莫讲到遮尔歹听啦。替人积财，替人消灾，这叫做各取所需嘛。阿顺，莫插嘴啦。我是听讲。你是因为欠钱，才会参加这届比赛。你若是愿意输给我，你想要偌济钱，我拢会当给你。拜托你，我拜托你放我一条生路，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。哦，无效啦！我甲你讲啦，就算讲你即摆甲我砍一百个头吼，嘛拢同款啦。我就是要得一百万，一身五银，拢袂用得钱阮会赔啦，免甲叫啊，行。顺哥，你这种态度，你阿家小受气，安尼咱都袂求下，敢唔参详啊？迄种人就是要爱钱啦，讲较济嘛无意思啦。伊要一百万，咱就给伊一百万。不过我根本就摕袂出遐尼济钱。你免烦恼，我有。你倒位有遐尼侪钱？最近有人要投资我拍拳，佮讲有签约金，拄好会当摕来还这条。这是你的签约金，我袂当摕。幸好，既然咱拢已经做伙啊，就无分你的也是我的，这笔钱绝对有够付迄一百万。以后我甲你斗三工，好不好？啊，无安尼啦。这条钱就当作我投资你做医生的钱，那你做医生了，就要照顾我后半世人的全身健康检查。多谢你，多谢你对我遐尼好。只要莫阁看到你有钱的烦恼，爱我摕阁较侪钱出来，拢不要紧。幸好，你唔免烦恼，这件代志交予我来处理。你好好准备你的考试，知无？欧巴。